我快给我开个枪。有东西在抢，我给你快点吗？没有，像主持人哥跟林姐，因我都行走，我自己跟他就好交流，都对欢喜。剧组的人拢冲着你这个鱼肚，鱼肚哦，来拢讲着你的三百鱼肚，真了是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无人超越你的这个厉害。阿爸吃了，我吃饭呢，再来吃一下全剧组，大家都有吃到的。超厉害，第一名的煎丝木鱼肚。哦，刚刚你没有吃过？两个多月，三个月呢，男主角。我知影，我必须吃很多以后。遐久的时间，你一边拢吃无着。咱买三千人，我要吃伊嘛无看的。讲真的，拢无买是安那，像讲咱吃吃两片欠安，你休困。今天一定要吃到，不然你就好像到时候大家熟女剧组这样聊起来，你没有吃过，好像你没有拍过男主角，拢对不对？拢无，对呀，无参与感。阿爸带孙家仔来吃，好不好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咔咔咔，已经到。看到，看起来咔咔咔，强势有较好啊。老板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今天要来给你回味你的迄个料理。好，两体欠安呐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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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怀念你的迄啊，怀念你的迄个煎三百鱼肚啊。啊，我记得，为我你点一个，嘿，你拢唔爱食鬼仔点。对啊，我阿伯食一个茶饭吼。对，好，我想到迄个老板呀，是嘛？推荐一个，一个叫伟华来拍三个月。三个月。拢无食到你一间。好嘞哦，我完全一个问号咧。哎，哦，哎，对。好，安尼来对坐吼，我先来坐。好，来来，我无多来对坐，我是要来看你表演的哦。你现在也来飞了，我拢未飞破你喎。好帅！沙油？那不是，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油。猪油。猪油。你的迄个鱼肚奈会煎个遮赤遮厉害啊？对啊，啊对啊，边边啊鱼的温度较平稳啦。哦，你看哦，它在翻过来的时候，它把中间对切开来，让它整个摊下去。摊下去，它这边可以，我这样回去我就哎，我马上哈，用那个刺头推一下摊子。我快，给我开个枪。这个饭会很好吃，对，因为伊遐呢，味加甘甜，对，然后就粒粒分明。不给啊！伊的火候也在控制甲拄啊好，伊迄个三百米左右哦，足脆，敢若千层酥，但是佫袂臭大。啊，你剥起来有一个香味，毛叶鱼的鲜味。我来很多次，才吃过一次的鱼肠。因为就卖完，对，因为卖完，对，而且鱼肠这种东西哦，它真的就是要在现场煎完现场吃，才是最好吃的。你像我第一季来拍，跟第二季来拍，你营业的时间无同款，那有可能？真的啦，头一季来的时候，恁有卖较宵夜较晚，哦，后边就无啊，对吧？时间掉掉，你也看，你家己卖去啊，后面对啦，今麦较实惠啊，卖饼的啊，十点外伊就头休困啊。没有挂上招牌的 Cap Cap Cap， 许多老客人也叫不出他的店名，就是靠着这声音和扑鼻香气来找店。下午两点开始营业，四点就准备要开始排队了。其中必点的三巨头就是炒饭、煎丝木鱼肚跟蚵仔煎。
每一颗饭哦，都有古早一点的，还有火气，对对。料料啊，炒花搭，啊，还有贡起鸡啊，炒花搭，炒花搭，吃起来就甜皮甜皮。这一面有一点焦，那这边是软的，哎，拌着甜 ，mix。喜欢吃锅巴饭的哦，哦，真的哦。我阿妈炒菜就是用猪油的菜，我阿妈食过用猪油的菜来炒。这个蛋哦。蛮足香诶，伊咧这样热的，温度够高又够大，所以它那蛋煎下去，这个有一点蛋酥的逻辑。对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对不对？蛋酥的香气，越咬越香。来，每个点，哎哎，哇，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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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来吧，魂萦梦牵的鱼肠。哦，来来来，没有。非常的脆，对不对？无味，烤烤。这下咸煎的较好食，包起来较无迄个。对，爱你才调。阮剧组的人拢冲着你这个鱼肚，鱼肚哦，来拢讲着你的三百鱼肚，真了是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无人超越你的这个厉害。无呀，真紧的啦。你坐下。无，是我俩，我内面的，真紧的，我内面的。哦，好烤烤哦。我今天下桥就好起来，看到你起脑波。有啊，有两个鳍，先到掐到那个鳍剥了就酥了，那就把它吃下去。哦。但吃鱼肚跟鱼肚饭是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伊色度更暗嘞。啊，这个三把鱼哦，煎恰恰，伊的油啊，甲这个饭哦，融为一体，甲食白饭啊，这无同哦。哎。哎。能够不烧那唔烧有无？佮搅饭类都佮无同啊。哦。较早我咧卖这，这是我家己咧食，还是人客来看的。头家我要食寿喜咧，大家一传开，全开始愈卖愈多，再加这个鱼肚饭去你扛帮顶完。我今仔要来感受蚵仔煎。鱼煎面皮又酥又 Q， 再加上那个蛋香在里面的味道。试试它的酱，我觉得它的酱也是一绝。目前较无发酵，唔是一款火到昏暗昏暗安尼。蚵仔煎配这个酱真的很好吃，好像有花生的味道。是不是有花生？有一点，哎呦，你厉害哦！我们是家的，都比较亲。你有坏人吗？没有，像竹生哥跟林姐，因我都心中，我自己家就好食，我就对欢喜。嗯，我这个酱甜甜的酱，因为一般酱不会像这样加就好吃。蛋炒饭，蛋炒饭也好吃，因为他用猪油炒，我觉得那个跟一般用酱油炒饭炒的脆，特别炒的脆。就好吃，水温度啊，就加这个，蛮不简单，因为好吃。跟鼎泰丰有的拼，对，很好奇，而且有的是它独创的。独创的。首先我们来，鼎泰丰都没有。这是鲜虾的，哇！你首先看一下没有？它的汤，你看它汤，好厚。你看到没有？它的皮有多薄？哎，你要用汤匙接，小心。哦，你小心。Oh my god！ 哎，修，看这个汤汁，有点烫。你看这汤汁有多少？这个汤汁多到我以为它是真的给你一碗汤哎。对，我们全部接一斤的话，你要吃三颗就变一碗汤了。我先来吃一下这个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咬下去，真的皮薄馅多，滋味。太爽，太好吃。嘿，实在好吃哎。我跟你讲，重点是你咬下去，你可以咬到一整个鲜虾，它是完整，它不是有的虾是剁碎的，然后最主要是猪肉也很鲜嫩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开玩笑的哎，超级哦！先来一口汤吧。哇塞，早上喝这个汤，真的精气神都满了。这个听说是独创的，对，这家唯一才有，甚至连鼎泰丰都没有，很特别。我跟你讲，可以看一下，好，就知道。它的汤头感觉比较深哎，对不对？颜色比较深，对不对？我先接好，不要看到哦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厉害了，它是属于药膳的。嗯，这次我不整个吃进去，我才发觉它厉害的地方是汤包上面的那个皱褶，很厉害。它是有嚼劲的哦，下面是软嫩的，有汤汁，上面的皱褶配上这个药膳的汤汁，然后加上里面的这个肉，咬起来不好吃。你好像在吃药炖排骨。哇，哎，我真的是，我已经咬了八颗了，每一颗都是满满的。哇，
对不对？它很像是像肉炖排骨，肉炖排骨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女生那个来的时候可以多吃这个汤包。我觉得汤包真的很厉害。我刚刚以为说它只是淡淡的清香味，但是它完全是药膳味很重哎。我们一定要拍三家，你看，可以叫刚刚进去。我刚骗不了人啦。我刚刚吃的时候，旁边还是有人影。真或假啦？